坐公车好不好玩？阿妞，坐公车好不好玩？阿妞，你在看什么？阿妞，你在看什么？嘿嘿，你手要抓好。 跟你坐在一起呀、啊，跟你坐在一起呀、啊。那你有手要抓好哦。车子会动哎，也要坐好。 两手要抓紧哦，那先放着，他跟你坐，你的手抓好，那不会掉，那不会掉了，你手要抓好。你在干什么？阿妞，阿妞看到什么？ 房子哦，还有呢，还有这个大楼，还有大楼，还有没有？还看到什么？还有房子，高铁经理。 没关系，他放着就好。你的手抓好，两手抓，嘿，两手抓。下一站，那个大哥哥，大哥哥一直让你坐，那你要跟他说什么？你要跟大哥哥说什么？跟大哥哥。这个就好了。那大哥哥一直让你坐，你要跟他说什么？ 你要跟大哥哥说什么？我要看这个。哦，那给阿妞做啊。那大哥哥给你做的啊，你要跟大哥哥说什么？跟大哥哥谢谢啊。跟大哥哥谢谢。什么？你要跟大哥哥谢谢。那你手抓好，你手抓好，哎。 高铁经理，带长身，帮你包乘。